赵云是三国时期蜀汉的著名将领，他在早期帮助刘备招募大量精兵，并参加了博望坡之战、长坂坡,坡之战、赤壁之战等多场重要战役。然而，尽管赵云为刘备立下了赫赫战功，刘备却从未将他重用。相反，刘备却一直提拔魏延等人，这让人不禁产生疑问：这背后是否有什么秘密？据资料显示，刘备为何不重用赵云的原因有很多。首先， 赵云并非是刘备的本族，他来自常山真定，在刘备眼中，他并不是完全可以信任的人。其次，赵云虽然是个勇猛的将领，但他过于勇猛了，常常不顾后果的为刘备争功，这让刘备非常不满。再次，赵云虽然在战场上表现出色，但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行政官员，而刘备在治理国家方面非常看重。此外，魏延虽然没有赵云在战场上表现那么出色。 但他非常擅长治理，也比赵云更懂得如何与人相处。在刘备心中，一个既能打仗又能治理国家的将领才是最理想的人选。因此，刘备选择了魏延而非赵云来担任汉中太守。总的来说，赵云虽然是个优秀的将领，但他并不是刘备最理想的人选。刘备在选择将领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他需要的不仅是能打仗的将领，还需要一个懂得治理国家的人。 赵云虽然在战场上表现出色，但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行政官员，这也是为什么刘备不重用赵云的原因之一。曾经，刘备在面对荆州防守问题时，并没有选择让赵云镇守荆州，而是选择了关羽。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刘备可能对赵云的信任程度不够，因为在桃园结义时，只有关羽和张飞是他最亲密的兄弟。其次，关羽在资历。 声望和武力方面更胜一筹，这也是刘备选择让关羽镇守荆州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赵云在加入刘备集团时，曾经在刘备面前表达过自己的政治立场，这也可能导致了刘备对赵云的不信任。事实上，刘备选择让关羽镇守荆州，是为了落实诸葛亮提出的“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的战略。这个战略要求关羽必须在荆州按照这个战略来执行。 无论孙吴如何无礼，对曹魏都要死守。公元二百一十九年，关羽北伐并怒骂孙吴使者，最终导致孙权翻脸，最终关羽兵败身亡。如果赵云镇守荆州，可能不会主动北伐，从而也不会让孙权钻空子。但刘备还是选择了关羽，这也表明刘备对于战略执行力的重视。赵云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将领，但始终没有得到刘备的充分信任和重用。 据史料记载，赵云虽然曾经为刘备立下过汗马功劳，但在后来的战争中却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机会。赵云在战争中表现出色，但在政治上却没有很强的把握和能力，这可能是他无法得到刘备充分信任的原因之一。总之，赵云为何没有得到刘备的信任和重用，是历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从历史上的资料来看，刘备对于赵云的信任程度不够。 加上赵云在政治上表现欠佳，这可能是导致他不被重用的原因之一。然而，赵云在历史上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将领，他的贡献和战功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纪念。据统计，现代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自己的工作和职业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追求的并不仅仅是金钱和地位，而是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业。根据一项调查显示， 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职场人士认为，自己的工作和职业发展应该能够为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这样的结果表明，人们对于自己的职业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而不是仅仅为了金钱和地位而工作。同时，一些企业也开始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为社会做出贡献。根据数据显示，二零一九年中国社会组织总数已经超过八百万。 其中涵盖了各行各业、不同领域的组织，积极投身于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事业中。当我们追求更高的目标时，我们需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地位和权力，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们应该积极投身于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事业中，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追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自我实现的同时，为社会做出更多更有意义的贡献。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追求，无论是在职业发展上，还是在生活中的每一个选择上，我们都需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断推动自己向更高的目标迈进，以此来实现自我价值和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双赢局面。